你们都知道我是天生黄皮加痘痘肌，不开玩笑，我之前素颜不出门，肤色暗沉，脸上还有痘印，但是我在美白这条路上真的是锲而不舍，终于有了今天的成果，从黄二白变成了黄一白，脸上这边的痘印也消了差不多了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变白经。首先当然是要坚持使用美白产品，大家都知道烟酰胺是很厉害的美白选手，很多产品里都宣称添加了烟酰胺，但其实也有优劣之分。首先烟酰胺的浓度并不是越浓越好，黄金浓度是在5%，这样更能发挥它的作用。其次是烟酰胺的纯度越高，引起皮肤不耐受的几率就会越小。比如我最近入手的Olay光感小白瓶，它的烟酰胺浓度是在5%，而且它的纯度达到了99%，从源头抑制了黑色素的产生，同时还可以消灭已经堆积的这些黑色素，从而达到美白的效果。给你们看一下我用了一个月之后的变化，肉眼可见的变白了，而且皮肤变得很有光泽感，细腻透亮了很多，每次2-3滴就可以用全脸。其次是防晒要重视起来，不然斑点、晒黑、衰老这些都是会找上你的。Olay家的烟酰胺产品用起来很放心，我已经打算入手他家小白伞防晒了。听说跟Olay家的淡斑小白瓶搭配，不仅可以有效淡化痘印和斑点，美白的效果还是加倍哦。